你帮我拿着，我一会儿就给我。好嘞，两个不行，你要一次。好了没？好了。老的就拿过来。这个拿住，这个拿住。太靠你了，也会倒。哎，三天我是像这种的三年前，大一这种三年就有点拿个拿个那个效果杯，我看一下吧。它比较窄的是吧？啊，比较窄的，不会倒的。那它比较规则，还好吗？会倒。你要出去了，对吧？我要去送他。等一下啊。嗯，哎呀，他用那个全送盘的，自动送药的。啊，对，我刚才在说嘛，是吧？我不是对我说的吗？送药的。他没有，他说不买，他说你要我才买。那你加钱都买不行。嗯，可以。啊，他这样的话要加钱的嘛？要加钱肯定要加。他又要看吗？那倒不用看了。加钱我老看他这样跟你确定。那你就跟他说你可以做啊，我都可以做啊。对。